DJI Action 2 延时摄影。 DJI Action 2可拍摄动态延时和静态延时。打开您的 DJI Action 2，在主界面中心左右滑动，选择延时摄影模式。屏幕上滑，进入延时摄影参数设置菜单。您可选择延时摄影为运动模式或静态模式。以静态模式为例，进入静态模式参数设置菜单。系统内置场景预设档，选择不同预设档，分别对应不同的拍摄时间间隔。点击右上角图标，可切换生成视频的分辨率。你也可以选择自定义，调整您需要的延时、间隔和时长。回到屏幕主界面，此时左上角会显示拍摄总时长以及预计生成视频的时长。按下拍摄按钮，在倒计时结束后开始延时摄影。拍摄完成后，可点击主界面左侧回放图标，进入回放界面，预览拍摄的素材。